大家好，我是李大美，在这边呢祝大家元宵节快乐，一家团圆。本来呢今天是自己一个人的，但是我想过节吧总得去陪孩子过吧，我就给孩子爸打了电话，看他们今天有什么计划。得知呢他们今天要在家做饭，于是呢我就问一下我能不能去蹭饭，他同意了。毕竟现在一切为了孩子吧，我俩虽然分开了，但是中间这个纽带是没有办法断的啊。总不能我一个人在家吃饭这么可怜吧，是吧？就算作为朋友了，请我回到家里面吃一顿饭，这也不过分。他冰箱那么多东西，吃也吃不完。也好久没有吃他的手艺了，这两天呢，我一直在家吃外卖，吃外卖，还是吃外卖。我一个人真的不想做饭，再加上啊，就是刚从福建上来这边，我一个人住嘛，哦，顾着录视频，都走错路了，真不容易啊。也许呢，大家觉得我们俩现在离婚了，然后又老是经常在见面啊，怎么的不合适？哪里不合适了？我没有男朋友，他没有女朋友，这有什么的？而且我每次去他那边我都会给他打电话的，我又不是一声不吭的就直接去了，大家说是不是过分吗？再怎么两个人也相处十几年了，买了一点草莓回去。开门。咋不开门了？老半天了。把桌子擦一擦，来吃饭，汤都给你们盛起来了。为什么？我不吃，我只吃你跟你也不吃。就吃两个。我要吃一个。这碗红色的是甜甜的吗？嗯。是白色的。你跟妈妈做吧。啊？跟妈妈做。你先换一个衣服。好香。哎，怎么不水煮了？别挡着水。哦，好吧。我煎个锅。元宵节快乐！啊，看我吃的。元宵了吗？对啊，今天是元宵节啊。几月几日？正月十五啊。你看可乐啊。今天是正月十五啊，明天要上学了。你要上学？正月十六上学。谁上学？那你正月十七上学了？他不上学了。你不上学啦，要回家养猪啦。对吗？就玩意儿，直接拿个桶，拿个纸啊，弄一下。两个慢慢吃，怎么吃不完呢？吃得完。吃不完。哇，虾、鱿鱼、冬瓜、土豆、土豆条。是土豆吗？带鱼，还有这个猪肉，你看这个我也弄了好多大骨汤。这土豆。可以吧？不是，先吃玉米再喝汤。黄楚轩呢？这个有水把它。今天是什么节？今天是妈妈节。今天是元宵节。妈妈节。为什么是妈妈节？因为姐姐不听话。元宵节。妈妈节。算了，不跟你沟通了，太累了。麻烦大桌子的菜。你又买大巴蒜，那是宁波味的，那都坏了，没坏，就这样。这个大瓶一点，这个肉太大了，我这块比你那块大吗？你要弄下来，给你吃点，我吃不了这么多。我的骨头是大的，然后爸爸的骨头不大，他的肉，来给你一半，我不要，吃一半，一小块，吃一半还不要了。给我一点点，拿过来，我讲会多的了。给我一点点，对，就一点点，给他了。好啦，给了。小的，你自己看小的。你给好，不给了，不给了。哪里的肉啊，这么大？背的肉，后夹骨，肩膀，猪的肩膀。嗯，你吃个饭，你有必要吗？妈妈带你去剪个头发，帅不帅？我之前烫过呀。这个是个五角星，那边叫酷的。哎，别撒了，有这么难啃吗？过两天去弄牙。还圆呢。
小不要看。这鱿鱼你是原来冰箱里面的吗？嗯，反正是没过期的。这是过来的。嗯，这个鱿鱼可以。马上摸呀！我给你们剥虾。速冻的虾有点腥味。这谁的头发？不是头发，玉米须。那应该分在玉米汤里面那个须好了。你这个虾也不好剥。当然当然再当然了，就你给一层红也在这样上来冻起来，活活冻着的虾。嗯，你要全炒下去了。嗯，那你确定晚上能吃完？吃不完你还是呕啊，我挡了个子给他。这个好难做，我的身体小心点，你嘴巴控制不了。你吃些啥呀？鸡蛋干。都像卤蛋。啊？有点像卤蛋。这个对啊，卤蛋味道是一样的。这个好腻。好腻。那你给他弄点那个土豆吧。那不行，这个那我吃了。吃不香。你是感觉像是要吃肥肉吗？我不会呀，不然我明明都没不好吃。我怎么弄到现在？这个有的好剥，有的不好剥。刚刚那个就不好剥。王楚轩，你不出来，你干啥呢？一吃饭就拉屎。跟那个鱼，这个鱼很鲜啊。带肚子不吃，给你一个。其实也不多，这一盘就是虾比较大。这酱怎么有点辣？嗯，哪个辣？酱。这个酱是辣的呀。对啊。你不沾酱不就好了吗？我没给他沾酱啊。他自己沾的是吧？你沾吗？我又想看这个好不好吃了，我尝一下。很辣吗？辣，像那种麻辣的那种。王楚轩，你快点吃，我已经要洗碗了。听到没？这外面放烟花，好热闹啊！赶紧吃。刷碗洗，爽不爽？今天不用刷碗洗，爽吗？爽不爽嘞？不会说话了吗？哇，这个元宵节过得还是算是团圆吧，最少能陪陪孩子。那我已经回到家了，我呢在他们那边吃吃饭，看他做饭那么辛苦，又把那个碗筷啊什么都收拾收拾了一下，擦一擦，最后才回来，准备洗个澡了。看一下我唯一的一瓶沐浴露啊，上次洗的就剩这么一点点了，盐是植物的，足足有700毫升啊，到手只要19.9块啊，这个一定要去拍啊，我是放到这边的，一直都在用。就像沐浴露这东西啊，我是真的很想推，但是我总不能一边洗澡一边推吧，裹着个浴巾也不方便，我也不能直接用水把我的衣服淋湿吧。但是这个沐浴露是真的真的好用啊，就是家里面自己用啊还是家庭用的，一定要多囤几瓶啊。这个背心用手给你们试一下，首先看一下它的质地是这种透明状的，味道真的是很清香的，绝对是你们喜欢的味道。看看它的泡沫没有，是那种很细腻的，而且洗上去呢是不会很拔干的啊，就是在南方洗也好，在北方洗呢也是比较不错的。哇，真的是挺香的，还有那种鱼香味啊。再用水一冲，我给你们演示一下啊，非常容易冲干净啊，滑滑的又不干涩，最重要是洗完还是很香的，所以这个沐浴露已经很满意了，衣服都湿了啊，赶紧去拍啊，也祝大家元宵节快乐啊。